因為自己十幾年前咧就去過 working holiday， 咁咧嗰陣時即係食物嘅選擇唔係好多啦，咁咧就呢一個係我即係喺澳洲裏邊咧就即係最中意嘅食物，即係我就 keep 住食依個麵包咧，就食咗半年都唔厭，咁咧就翻到嚟香港咧，反而即係冇得食嘅時候就好掛住依個味道，所以咧就想即係自己即係試下試下。整到出嚟，咁如果自己真係啱食嘅，都想分享到俾其他人食，咁啊開間鋪頭。